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南昌市，现在是上午11点35分。南昌，简称洪，或昌，古称豫章，洪都，是江西省辖地级市、省会，宽鄱阳湖城市群和新城市，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。截至2020年，全市下辖6个区、3个县，总面积7195平方公里。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，南昌市常住人口为625万人。 2020年，全市实现生产总值5745.51亿元。南昌地处中国华东地区，江西省中部偏北，赣江、浦河下游，鄱阳湖西南岸，是江西省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教和交通中心，有月湖闽亭、湖头楚尾、金三江而带五湖之称。 控蛮荆而以瓯越之地，是中国唯一一个毗邻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省会中心城市，也是中国华东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。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，南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因昌大南江，南方昌盛而得名。初唐四杰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称其为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之地。南唐时期，南昌府称为南都。1927年，南昌八一起义。 再次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支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，是著名的革命英雄城市，被誉为“军旗升起的地方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南昌制造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、第一批海防导弹、第一辆摩托车、拖拉机，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中心。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源地，南昌是中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，曾荣获国家创新型城市、国际化学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。 全球十大动感都会等称号，2019年6月，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在南昌开通运行。2020年9月2日，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。那么，南昌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您觉得南昌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
这种的嫌隙。